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飞啊，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啊，是不是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啊？你们这几个小坏蛋啊，这是一个小坏蛋啊，哎呀，好，给你们放开啊。今天是1月18号啊，你们昨天看到视频可能是我1月15号拍的，已经这是第三天了啊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啊。哎呀，好，小伙儿中呀！哎呀，你看你拿眼儿，哎呀，你看那小伙儿拿眼儿，呀！嗯，中，可不敢说会儿啊！你敢说出来会儿，我跟你说，你都给你抓去做研究的。慢点，你们这里又打开啊，把这个给他们打开。哎呀，几天不见，很是想念，是不是？想念不想念？我操！这咋堆不出来了？好，得开了。好，还是老习惯是不是啊？一开门都往那儿跑，不去那儿啊？哎呀，有一个事情啊，就是说昨天一个粉丝有评论，说这阿飞啊，他们这里面搞得乱七八糟的，把呀，中，慢点。刚才小黑扒我一下，小花赶紧过来，把小黑给推跑了。真的，好呀！中，咦，给大家看看，你说三天不见，很是想念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中了，那是恁小弟儿的，你都欺负他，你也狠，这小伙儿自信心爆棚啊，嘴开着了吧？意思是我是老大，对不对？笨，你个傻子，好。然后的话，有粉丝建议说把这边全部都给他丢掉啊。给他们铺上新的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我也是很头疼啊，就每天我就看他们这里会搞成啥样啊，谁知道那里的是越来越少，这里的是越来越多啊，就是这样啊。而且小黑的衣服跑哪儿了，昨天还在呢，我操。哎，我的眼镜咋掉了，奇怪的。好了，哎呀，看这个小黑这个衣服，我的天哪。该给他洗了啊，到时候给他洗一下啊。哎呀，就是这样，先放边上吧。哎呀，先放边上，空了还要给他洗一下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也是突然才发现啊，小黑今天裸奔了，是不是裸奔了？裸奔好看不好看啊？大家感觉还是让他们裸奔呢。小花这个衣服是说啥都不掉啊，说啥都不掉。哎呀，水还有吗？浅尝辄止了，对吧？我再给你们加点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先把他们这里面卫生给搞一下吧，便便给清理一下啊。所以我也在考虑这里要怎么给他们搞啊，就是这样，难道铺两层吗？这里旧的全部拿上来，那里面全部再搞一层，我觉得再搞一层他们应该也会扒下来啊，就是这样，这个问题就大大的他们，我靠，我不知道咋想的，这脑子里。这还好没下雨啊，这个天还好没下雨，这要下雨的话真的是有一点头大了，真的是有点头大了。头疼，真的是头疼。我先把卫生给你们搞一下啊，给大家变个魔术啊，很快就变好啊。3、2、1，噔，大家看到没？然后这边的魔法已经结束了啊，已经把他们这里面弄得是干干净净啊，然后拿这里是无可奈何啊，我也是很无奈啊。这里真的是，我操，真的是醉了。还好这边有一个棚子可以挡一下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大家看这个东西是啥东西？这个东西啊，因为有很多粉丝说嘛，我要把他们的碗给洗干净嘛，就是这样，让他们吃的干净一点，这样就不容易生病了嘛。我觉得大家说的非常的对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说之前可能我没有工具，没有道具吧，所以的话一直没有动手啊。但是现在的话，我从超市买了这个东西啊，就好多了，就可以给他们刷了嘛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把这个拆开吧，这个试一下，看这个东西好不好刷他们的碗，就是这样啊。然后我再拆这个东西啊，这笨笨就过来了，他以为这个是啥好吃的，估计是这样的，这不是好吃的啊，但是这能够给你们吃东西的碗给刷干净。到时候你们就不会生病了，这个东西最主要是这样啊，这不太好拆呀、我也是醉了，好吧，不是吃的，你看人家小魂儿多淡定，跟着小魂儿学学，是不是有大将之菜，对吧？
有酱菜，对不对？你也就是当个始祖了，当个，你看一说当始祖还不高兴了，走了，意思是官儿太小了，领着这小黑可走了，对不对？我操，嫌官儿小，没办法，把这个给拆开了。然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把这个东西给拆开了啊！我这个人也是真的是蠢呢，真的是笨呢，对不对？搞了半天，让这仨毛孩子等着，还以为有啥好吃的，是不是啊？小花儿，小花儿，是不是啥好吃的？好，你能站起来吗？好，试一下，看这个东西到底好用不好用啊？就是这样，先比划一下。是这样的哈，哦哟，我还是挺会选的嘛，因为当时有很多这些刷子，我考虑来考虑去，哦，感觉应该这个圆的应该好用一点啊，果然这个圆的果然好用啊，360度无死角啊，能把他们这里面弄得是干干净净啊，干啥咧？握手干啥咧？考真经干啥咧？咱俩的关系老好是不是？经常惹火你着火，真是的。好了。把这些碗收集一下啊，今天，把他们这里面的碗全部都给清理干净啊，到时候他们就能够吃上干净的饭了，对不对？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？就是吧，这小黑裸奔还适应吧？啊，这裸奔起来还是棒棒的，对不对？萌萌的，对不对？傻乎乎的，把这些碗都收集起来啊，全部收集到一起啊。好的呗，好。怎么感觉小黑一直是处于离线状态呢？这是我的错觉吗？然后的话，这些我都已经刷了一遍了，大家看一下。刷过之后，这些第一遍啊都非常的锃亮啊，刷过之后就锃亮啊。然后看一下这里面啊，这里面的水啊，我的天呐，污秽不堪的，都直接把这里面给堵住了，下水都给堵住了，我天呐，看到没？这里水都不流了，我的天呐，这第一遍啊，第一遍都刷得干干净净啊。然后在第二遍啊，把这里面这些，洗衣液啊，全部给冲掉啊！冲掉之后就彻底的干干净净了嘛，就是这样啊。把这些想办法把它给搞下去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的话，这已经给他们洗完、涮完，对吧？已经搞得瓦光锃亮的，瓦光锃亮的，对不对？瓦光锃亮啊，就是这样啊。看一下，大家可以检查一下啊，作业完成了。检查一下啊，是不是瓦光锃亮的？瓦光锃亮的，我这个人怎么有毛病啊？瓦光锃亮的，还有一个这个，放在这儿吧。还有一个这个，是不是瓦光锃亮的？和新的一样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啊。然后我已经把这个锅放在这儿了啊，除了这个啊，小魂儿让一下，好吧？你看你一让小魂儿，他会咬，真是的。Go go go！这个是你们的碗，给你们分一下，看看你们一年用了多少个碗，每个碗都有它自己的故事，对吧？还有它自己的经历，就是这样啊，笨笨。Go out，给大家一起看一下，这就是他们吃饭的碗啊，之前一直在他们这里面放着的啊，就是这样啊。然后的话，每一个碗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啊，可以说这个碗的话是我自己家的碗啊，这个是自己的，所以它有点生锈啊，这个没办法。然后的话，这个碗是粉丝买的，这个也是粉丝买的。我记得这个碗买回来的时候，就是还闹了笑话啊。
哎，每个碗都有它的故事。当时我是这么给毛孩子们吃饭的，我是这么放的，我说这么吃吧，把狗粮往这里面一倒啊。那时候好多人还笑话阿飞了，是吧？是不是小黑？是不是有人笑话我？那时候大家都笑话我，其实是这么用的，对不对？这一年的时间我啥也没学会啊，学会了知道这个碗是这么吃饭的啊，真的是愚蠢至极啊我。然后的话，这些碗都挺好的，这些应该都是不锈钢的这些碗，因为的话清理干净之后，这些碗是没有一点生锈的，非常的好啊，这些碗就是这样。这是我家自己的瓷碗，这个碗也是，对吧？不知道这些给毛孩子们买这些碗的粉丝们现在过得好不好啊？还有没有在看阿飞的视频啊？不知道今天你们看到我把你们买的碗擦得这么干净啊，对不对？会不会有一点欣慰，对吧？虽然我知道稍微有一点晚了，是吧？就是这样啊。好好好，没事啊。好，你真乖，小花真乖，是不是？还知道握手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小黑，你干啥嘞？然后现在呢，就是把这些碗选出来一个做那个喝水的碗，大家觉得哪个碗比较合适一点呢？喝水用哪个碗？小花，喝水用哪个碗？我看一下，喝水的话用哪个碗？用这个碗会不会大一点？或者还用这个稍微生锈一点的这个碗？这个碗空间大，还是用这个？要不用这个吧，以后用这个碗给你们来喝水了，好吧？这个空间还蛮大的，这个碗，说实话真的是蛮大的。这个给他们喝水的话，吃饭的话就用一个、两个，用那三个大碗嘛，对吧？这两个碗等一下拿到楼上给那个毛豆还有这个小贝用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这样分配吧，可以吧？好哈。喝水的话，给你们找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位置，是不是？放在哪儿好呢？要不就放在这儿吧，对不对？以后你们喝水就跳上来喝水，就放在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还有一只狗吃饭，在这边吃，好啊。还有一只狗吃饭的话，在这边吃，好嘞。对不对？一个位置，两个位置，还有一个狗吃饭，在哪儿吃呢？还有一个狗吃饭就在，就在这下面吧，好吧，可以吧？就在这下面吧。还有一个狗吃饭在这下面吃，好了，刚好形成一个三角形啊，等边三角形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两个碗我就收起来了，给楼上的这个毛豆和小贝用啊。可以吧？楼下给你们分了三个大碗，就是这样。